通过就是各个岗位人员的种种努力吧，就是说我们女航天员在天上也可以表现得很出色，而且再加上我们女航天员在地面训练的时候呢，对自己要求也是很严格，就是经常加班加点的加练，所以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些种种准备吧，女航天员我觉得在天上的表现已经很出色。